大家好，欢迎收看财子学堂退休理财报，我是主持人廖大伟。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财经专家林成义，成义兄。大家好。那这一期呢，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下，就是我们的劳退专户。这个劳退专户呢，到底政府会怎么样来帮我们做操作？就请成义，还有里面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就请成义兄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我们劳工退休金的话有两种，一种是劳退旧制，一种的话是劳退新制。好，现在大多数的朋友的话都已经慢慢的变成了劳退新制。新制，我就是新制的。新制的话就是说呢，它这个你所累积的这个劳退金啊，就包括企业提拨，那有的人呢要不要提拨，这是由你自己的意愿。那如果提拨的话呢，它的所有权，特别记住，所有权是你个人的。所以就是说你今天换公司的话，好，那劳退金呢，它会跟着你走，那么跟政府的财务是没有关系，就是说它是独立的。很多人说啊，这个什么政府破产怎么办，那么这个跟劳退好是没有关系，因为是你个人账户，但是跟你投资收益有关。就是说呢，它操得好，那你的赚的就多，好，操得不好，你赚的就少。但是政府也特别强调啦，不低于两年期定存的一个收益的保证，好，所以呢我们劳工权益的话是受到保障的。因此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其实蛮建议大家妥善的利用您劳退金的这个专户，并且呢能够提拨的朋友的话会建议尽量的提拨。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这个退休账户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呢？对，多少钱一共有六个方法。对，这是退休理财报由这个罗秀珠罗总经理的话，他为各位来做一个归纳。六个方法就是你的劳保跟劳退的资料。第一个的话，好，去申请自然人凭证，这个去申请就有了。甚至于在最近有一些地区呢，他还你去申请自然人凭证，他还送读卡机。真的，以前读卡机要自己买，现在还有送。也要，但不是每个地方有啊。对，你要稍微问一下。那第二的话呢，就是说现在有这个 APP， 你可以下载 APP。那第三呢，有劳动保障卡。那么另外呢，邮政金融卡，但是这些都要，包括像是劳动保障卡跟金融卡的话呢，那你要多签一些这个资料了哈。那当然最好的查清楚的方法是你可以去临柜或者电话它有一个412-1111它的语音自动查询系统。那我会蛮建议大家就说，这每一个方法的话按您个人的需求方便那么但是像自然人凭证的话呢，因为它用来报税这也蛮方便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像相关的东西您有空就可以开始去做准备，了解您的劳退和劳保的话到底有多少。好，已经为大家介绍怎么样做查询的，那这边也有很详尽的方法，大家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喜欢用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请陈义兄帮我们解一下，因为大家觉得保障两年的这个定存的利率实在是太低了啦，那我自己还想要再做一些规划，那要怎么做呢？对，那很多朋友的话用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金额可能不一样大小那么用基金的话呢，因为这个基金定时定额最低的门槛的话是从1000块钱就可以开始就可以开始做投资理财，所以基金其实是一个蛮好的理财的方式。那么有投资基金前有三件事要做，不是说投资基金然后看有人在讲什么基金，然后呢这个特别是什么网络上报纸上介绍什么基金你就跑去买，不是。买基金前做好三件事，你以后会省很多的功夫。第一个，分类，分什么类？把自己分好类，这有点像那哈利波特。哈利波特进那个魔法学院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分类帽？对，你就是有一种可能是比如说智慧啦，有勇气啦那你要去分类。那自己的话，一般就是说，比如说很积极的、很保守、稳健的，分好类。第二的话呢，积极的人冒风险高，但是他要求比较好的投资报酬率，所以你的目标投资报酬率会比较高。保守的朋友的话呢，不敢冒风险，所以你目标报酬率会比较低。那第三的话，你这个列出来，比如说是5%好了，那5%的话呢，就每一年5% 的投资报酬率，那这个时候你全部放银行两年期定存，当然不可能到5%，对不对？是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搭配一些的股票，把这个比重找出来之后呢，然后再来去选市场，再来去买基金。然后呢接着的话就是做你的执行做追踪，所以投资基金前做好这三件事情，您的基金投资会变得比较简单也比较轻松。今天已经帮大家介绍公家怎么样帮我们操作我们自己个人的退休账户，以及如果你觉得让公家操作还不满意的话，你自己还要额外的去用基金来投资的方法。本期的退休理财报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下期再会，谢谢。谢谢。